今天吃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的，那个营养是调的那个。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很有营养的。哦，是。你要做什么啊？嗯，我做记录。哦，用挤进去的，因为太浓了哈。是很紧哦。 挤这个我肚子都会痛哎，哦，真的，真的啊，为什么肚子会痛？因为没办法压，就用肚子来压。哇，是，很紧呢，所以这个很有营养，对，嗯，这个很有营养的那个东西，嗯，我没有看过，我当时在那的时候，我不喜欢那个空针，就因为那个空针呢，它那个刻度一直掉下来，哎，它掉，塑胶的，是不是？塑胶的，一般到时候会用塑胶。那它的空针上面刻度写十、二十、三十，那个刻度一直掉。 我看到它掉了，我就说，哎，那掉，等一下不小心掉到吃的东西里面，我觉得很可怕啊。那玻璃的。那我就跟他们反映，就他们就给我了这个，现在的这个。那个不好用，真的不好用。那这个呢，它就没有刻度，它的刻度是一体成型的。好紧，它是一体成型的。不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吃，是配方奶嘛。 所以它配方奶是还好，配方奶用倒的，对，用倒的，所以它不会紧，所以 OK 的，嗯。那时候我有跟他们反映，他们说这个玻璃的很危险，因为这个不小心就会破啊，会破掉啊，那个很贵的东西啊，我也知道了，会破掉。 对他们说这个，我直接打破一个了，吓死我了。真的，真的啊。他们说这个，我现在拿到我很好害怕。不小心，是，嗯，我真的哎，这个不小心因为手滑滑，然后哦，就是比较干净了。嗯，奶奶好了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我要去洗了哈。好，谢谢你。